五大个人电脑品牌厂将会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当中展出60款的新产品。那么联想呢，也首度纳入了 Motorola 产品线，纳入并且呢推出新的产品来吸金。法人预期联想相关的供应链伙伴，像是人保、伟创、台光电会同步受惠。